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红鱼。马桶的64集刚发布了，那我们就来看看里面的细节跟彩蛋吧。一开始我们看到一群监控人和马桶人在逃跑，他们身后的是这是什么？烤箱马桶人吗？注意看，连马桶人都会被吸走，难怪他们一开始要逃跑。此时双泰坦赶来，杀掉了这个不知道杀小马桶。然后居妹也逃跑了，这位马桶人也对泰坦展开了攻击。哇，这个新特本来太帅了吧！这里我找到一个 bug， 各位有注意到吗？我们放慢再看一次。这位马桶人的头盔突然消失，又突然出现了，然后这位马桶就被杀掉了。这位帽子不见马桶死亡之后变成了炸弹。然后泰坦监控就把炸弹带到其他地方爆炸了。然后出现了四个炮灰马桶。泰坦音箱人也拍了拍泰坦监控人，他们应该是要去追击巨妹了。这个是作者频道的看板。然后作者在这里，可以接下来是65集的剧情猜测，下一集应该是双泰坦对战博士，我相信博士已经设下陷阱，这一集的马桶人也只在拖延时间，因为博士已经设下陷阱，所以双泰坦中一定有一个人受伤，我觉得有几率受重伤的是泰坦监控人，毕竟他已经帅几十集了，居妹也有的概率在这场战争中死亡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。如果我有什么说错或没说到的细节，可以跟我说哦。那就这样子哦，拜拜。